在覆盖地球70%的浩瀚海洋里，蕴含着地球超过75%的生命。它们大多美丽而神秘，其中在整个海洋不到1%珍稀区域的几千米深处，更是蕴藏了千年岁月凝聚而成的灵物——深海红珊瑚。深海红珊瑚自古以来就是祥瑞和身份的象征。传说中，圣子耶稣就是口衔红珊瑚诞生。印度佛教更是红珊瑚为如来的化身。在世界范围内，红珊瑚历来都是皇室和贵族的专享。清朝皇帝的顶戴上便镶有红珊瑚宝珠，2品以上大员才有资格佩戴珊瑚朝珠。宋美龄夫人、普京夫人、不丹国王迎娶王妃时，都是以红珊瑚来代表尊荣与高贵。红珊瑚生长的速度极其缓慢，每20年生长一寸，300年才生长1公斤。每一只深海红珊瑚都是千百年岁月孕育出来的灵物。红珊瑚的产地极为稀少，在世界范围内也仅有台湾海域和地中海沿岸2处产地，而高品质红珊瑚更是80%产自台湾。在国际上，对于深海红珊瑚的开采权有严格的限制，华盛顿公约也明令禁止非法开采并限制贸易流通。中国法律法规规定，捕捞、经营、利用及进出口该类红珊瑚需经国家水生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农业部批准，进出口还需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批准，并取得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红珊瑚藏品由此愈加珍贵，投资价值直线攀升。强强联手，缔造行业新传奇。润石珠宝集团、台湾奇丽珊瑚、北京天雅集团三大集团联合投入巨资，共同打造全世界最大规模、最高品质、产品最丰富的中国第一珊瑚珠宝品牌——天雅润石珊瑚。台湾奇丽珊瑚是世界范围内极少数拥有珊瑚开采权的企业，长期维系着珊瑚产品的源头资源。据2013年最新的评估报告显示，仅蕴藏在台湾深海中可供奇丽开采的深海红珊瑚资源估值就超100亿元。润石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宝石出口企业，国际地位稳固，是覆盖珠宝、酒店、房地产投资等多个领域的大型现代化集团。凭借长期珠宝业市场运营经验和科学的管理体系，建立起紧密完善的运营机制，为天雅润石珊瑚扬帆起航，掌舵前行。北京商业地产大亨天雅集团是以商业地产开发为核心产业，服装等多元化经营的大型集团公司，仅在北京就拥有超过70万平米的自持商业地产项目，总资产超过100亿元。天雅润石珊瑚花巨资打造业界第一专家团队，每一位专家都拥有国内顶尖珠宝品牌10年以上操盘经验，是专家中的专家。从品牌营销策划、职业团队打造，到产品设计陈列，以及终端店铺系统性督导培训，均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天雅润石珊瑚的国际顶级工艺大师们多次参加国际珠宝艺术作品展，并屡获大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轰动。
天雅润石珊瑚，在品牌营销推广方面拥有专业的国内顶尖团队，从推广方案拟定、强势媒体广告投放到落地活动支持，一站式全品牌为合作经营伙伴保驾护航，使品牌在广度、热度、深度各方面奠定业内绝对领先优势，全方位打造中国珊瑚第一品牌。一个全新高利润增长点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的投资机遇到来，也意味着一场新的博弈就此拉开序幕。天雅润石珊瑚以六大机制作为投资保障，与所有合作经营伙伴同心携手，驰骋在中国珠宝业的唯一蓝海之上。